隔室有，出来了有碗。地上床，你告诉我怎么睡？很简单啊，我睡床，他睡沙发，你。睡地上，不是哥，你这不行，你这使不得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还是你好，你起码给他一个床单呢。哎，别，不许开门，瞧瞧你怎么来了？欺负高高？没有，明人多少床？是吗？我给你买了。不是不是，这滚！被赶出来了。我借你个浴袍用一下。啊？用下你浴袍。浴袍。成功一半了！别怕，有我呢！成功了，完美配合。哎呀，哎呀，生气了！高高不小心，感情破裂了。